今天给大家看一下野生京巴郎蛮夷纹的玉化包浆欣赏。这是一条精选的野生小核桃，巴郎底蚂蚁纹路，盘了2年半，一点色差没有，净手盘纹。所以说不管是核桃、金刚、星月还是凤眼，底子打好非常重要，而且需要精心呵护，净手盘纹，干刷手套。